今天？处对象不得我开车吗？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。是我说，处一天的钱都带我吃这个。不是，咱俩以前处对象那阵儿，是不是你就爱吃这玩意儿吗？咋现在不爱吃了呗？你说我以前有上哪我都报名，还老多新人了。我想要出租车。嗯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完了。然后咱们就是那个。今天啊，我处对象不都是流程吗？啊？你在家多好啊！啊，那咱俩现在直接回家呀？行不行啊？这瞎什么？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温柔，只是那种温柔，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轮回。